今次呢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香港芭蕾舞团的工作坊啦。咁我之前都冇试过去做呢啲体验嘅。剛才老師咧講解得好清楚啊，腳尖應該要點樣擺啦，雙手係點樣去輕微屈曲啊，點樣遞高啊。頭先有去過佢哋彩排嘅地方啦，有睇過嗰啲表演嘅服裝啦，亦都有跳過一啲基本嘅舞蹈嘅。咁頭先做咗呢啲嘢之後咧，咁我就都有一個簡單初步親身嘅體會啦。我等陣睇表演嘅時候咧，亦都唔使咁辛苦咁幻想咯，係又有個親身嘅感受咁樣。大家呢支持这个共融基金啦，给我们这些有不同个别需要的人士呢都可以体验到这些活动咯。请大家